哦，这里是我一枚说明指纹就不知道我是谁的曹文奥丁洛林娜。第二字一起日日下面是 SOLAR SOLAR 那个太阳日。第二个字是文章的文，又特加三撇。我告诉你啦，有个卡西尔冯格里夫这个废物从来听不到我真的声量，因为我去年啊唱首歌有个 Pacino 他的谱差点很尴尬。我唱首歌 Behold Out of Force Sound Zenfa Be Remain， 我去年唱整首，有一个凯西的风格从来听不见，可是他知道我喜欢 DISTURBED的骚动乐团 Disturbed， 所以 I'm coming you like it。 哎，这个他听不见，记得我是曹文，有人不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吗？I'm coming you like it。 啊，有人说你是某个礼物不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吗？就这样子了，而且不是只有三种声音而已，是他总会以为声音是别人吗？白痴啊，怎么可能？白痴，冯格里夫，还要这种声音啊？我说我最喜欢模仿别人，他不是不相信，我还喜欢模仿那个他的那个张胖婉柔，他最后会说：“哦，欧哥。”叶子的离开是树的不挽留，还是什么啊？是地心引力啦，白痴嘞！不是不知道，这个鼻子起结的最喜欢模仿所有人，我还喜欢模仿第三个人。我不是宠物沟通师，你行哦，超像对吗？我最喜欢模仿那些人了啦。还有让你知道，这些都是我喜欢模仿的那些白痴们平常冒充我的，我只喜欢模仿来酸他们，有人不知道呢。鼻子气节啊，不是不知道吗？然后有人就要那个凯西尔冯格里夫都听不见啊，这个是正常声音他不知道啊，不是不知道吗？哪里难啊？哥，这样子啊？哪里难啊？哪里难啊？他们有来客？哪里难啊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其实最自豪的还是我可以喜欢很多种声音呢、啊。例如呢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不是以为那个例如是别人吗？知道我多优秀了吗？